你不装无敌吗？有没有使用的神谕护佑可以取啊？反正战旗就有了。那你那传授空一百，你不如就放那个放无敌。浩浩，你应该也是一每个阶段要打两次吧？还是你可以一波直接两条都打完了？运气。可以啊、哦，你是不是进到普威啊？没有，普威打成这样子，普威更快。完蛋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剧本写好，剧本写好。没剧本了，没有了。我一开始我都不会先爆发、欸，我都会慢慢先，然后有能量才会换边，这样比较稳啊。因为你这样子后面爆发，就比用那个。Tuskated。看小气鬼，操！哎、欸，你有自己打过困路了吗？还没，我怕、啊。还没啊。看，真的很怕。我上次打到二阶，我打到打两次而已。第一次是一阶打了29分钟，啊，后面是一阶打了5分钟。真好，看经验呢，我经验核心被触发了，被击次数，对啊，对，没有做那个一级必杀的，没有，所以是一级必杀比较好，增加伤害的话还是有差，30秒触发一次，你大概可以打个2-3段。你没有放置技能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如果建好四季也是像这种爆发，哇，该有多好！他不要再痴心妄想。他这招是三季吗？三季啊。对啊，我就说如果四季像你这种高段数、快速打人，很爽。你先去跪日本厂商啊！先去赞助他们，让他们让已有的弟子出招。那干脆叫他把神速改成16下就好了。
剑豪世界还没出来，台湾都还没，通常都要快出的时候，快要改版的时候。我觉得会了，我的武功会了，不会，还好。但是威尔手上没有武功都很正常。没有，如果你真的都不卡判定的话，可以到三阶都还有武功。但是要不卡。不卡。刚进来太吃人品了。不错不错，业余是看到那个武器哦。对啊，我刚刚看第十太卡，我就切图集了。那、啊、第十现在不会卡，不顺。弓可以开啊！为什么不能开蜘蛛之镜？蜘蛛版的，因为这是他的绝招啊！然后你开了被你自杀自杀，难道你也想拿脚插他吗？不插。是啊，我们靠主播怎么样是新风住家，我们一起开啊。是啊，真习惯啊。换边，靠前。三季持续时间多久？30秒吧。只有30秒。可以，再靠。20秒，还行，可以。你有没有什么招可以刺他，然后让他停顿的？神手。如果可以让他可以消失，不会让他消失。好，可以了。十八系。换边。换边啦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你那边没出眼睛呢？蓝色没出，你就要换了；四七没出，就要换了。这样你可以升你的天上吗？看多少？2哦，没有，12。差不多吧，都是20分左右技能。没错，如果你对自己手速跟反应很清晰，可以。那这两边都。两边都要打掉吗？没有啊，一边就好了。
攻来得及拍吗？算了，掉红了。掉了掉了，九七五，毛抖啊！哦，这是我最打的最顺的一次。然后我完全忘记换末日了，我等下三级会死成狗一样。没关系，啊，死掉你就可以不要再换掉了，不要再换掉了。死掉的时候可以换啊。排榜哦，就在等三级。在二十二星都点完的话，攻击应该会多个十几二十亿。空间斩的 buff 剧毒是吧？啊？空间斩持续多久？空间斩持续 buff 吗？我看一下。你不知道你的？五秒内。对啊。那个没吃加持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吃加持，有吃加持啊。四五次的延迟，啊 ，CD 三十秒，没有 CD 十秒，哎，我记得 CD 十秒吧，二十吧，空间斩的 CD 耶，二十吗？这么短啊？所以川岛每十四秒可以放一次啊。是跟鬼一样吧？他还要吃精灵卡角色卡，他大概十二秒放一次吧。看一下哦 ，CD 二十秒，这么夸张吗？啊，是不是都忘了丢暗黑剑？有啊，丢了丢了。
你平常就有观众会看你的台啊？嗯？看你的那个聊天室。我今天才发现可以那个了。都用 OBS， OBS。我是有下载 OBS 啊。到末日啊！你怎么直接站起来？啊！我假。还没进判定。还好还好，十分钟开始。没有，你刚刚还没打进那个判定。现在判定了。对，现在才判定。等一下可以换一下，等一下那个很快，判定完它会卡住一下。哇，好好一个手抖，天上怎么爆掉了？十六秒。干，没事没事。上一个而已，等下如果串起来再按一按就好了。先躲脚，先守空间掌。好，没事没事。绑起来，操！这样子马主播。有毒就是要防起来，要等三季好再丢，不要先丢。敢来就丢了，主播，这个路不要等三季好。抱歉，剧本好像不能如你所愿啊。没有啊，你绑只要绑一次就好了，然后配那个有毒的时候在三季加那个加路绑，这样是最好的，因为路绑比较快。哦。还有，你下次先丢路绑。路绑 CD 快，而且路绑 CD 应该100几秒而已吧，120秒，110，路绑只有110秒，然后那个你加那个角色卡什么 CD 就不到110了，没事啊，路绑好就丢就对了，对啊，刚好抗性完。你大的不剪一剪，剪小的。啊！这样跳过头，撑住啊！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等一下要绑起来开三 G 啊！欸，有蜘蛛了，有毒了，你不如先开三 G 好了。可以可以。然后等一下。路绑还有5秒，在你的天上，没有。路绑还有5秒 ，hold 住一下 ，hold 住一下。路绑，路绑，路绑，绑起来冲！可以，可以，还有10分钟，慢慢打就可以了。我有这个符啊，有毒。欸，屁咧。末日末日。一次状态多网子就会那个，天上会直接爆。So this guy。中完了。八等的吗？八等的。好，再起来。等他搓完脚。哇，他刚中毒，你没吃到。你说搓完黑脚那个吗？对啊，搓完你比较好判定，不是吗？不然就是
单脚的，你就可以等一下，下一只脚一定是黄脚，你就可以原地一直站嘞，不用怕要去冲去撞蜘蛛网。还是说，他单脚的时候你放空间站？感觉这是方法是可行的。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动啊。对啊，除了被推。不推你再送回来就好了。因为麻烦的是，他举脚的时候天上吸不回来。不行，他吸地，他空间站吸地太久了。他刚黑脚的时候还没好。恐怖起来，再减二 CD 就空了起来了，赞哦，对不对？再减个两秒就空起来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天上天上，五分吧，还有五十秒。对，平常有防技的，还来得及，还好有空间站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空间站就有机会。走走走走，不要变身啊！睡了睡了，吸回来就够就可以了。走走走，感到有机会。希望他后面不要发疯。你等一下绑配三 G， 你先不要丢哎。三 G 还有30秒。杜绑也还有差不多吧。20秒。毒啊！毒啊！哇！感谢提醒，感谢提醒，谢谢客官。这时候就最希望他读了，他读北就是一个免费的武功，一直帮你放。的，可以绑放三技，武装绑配三技，不等他读吗？来不及了，完了，天上爆了，先不要放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天闯起来，我们先等天上。靠腰，那个毒，我刚刚看到他好像，嗯。没有，我们先等天上，然后起来绑加不转身。我想先补状态。嗯，你可以先起来啊，你现在无敌啊，八十秒了，补状态，然后就绑。打边打边补状态，先丢路板吧，然后放闪击。入榜了，入榜了。等一下、哦，靠腰，空榜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刚刚没榜，天上爆掉了，靠腰。他刚，我要休息。他刚刚喊一个，等一下就爆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榜啊？哇，黄线补血，干猛，等一下天上好，你就起来绑加输出吧。哦，对哦，真的是不应该等。我应该，我再等个20秒好了。我都有燃烧剑。你刚喊等一下就来不及了。看，等一下。啊，等一下你就被毒死。哎、欸，五分钟刚好哎。应该有机会了。也可以马修。丢吧丢吧，开草开草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这是个机会啊。其实不一定单，不是啊，应该说其实不一定你单脚就要一定要那个，你能闪的话就那个啊，没那个闪。闪很容易就爆天上，然后多撞一次网子是一次伤害。哦，我感觉我两次单脚，
是有错觉吗？对，因为你刚刚单脚黄脚的时候是绑他的时候，哦，所以他下次出来就会是单脚。天上要爆了，等下记得补。补天上 ，OK。空天斩就是拿来补天上最好用。哎，中毒了，又中毒了！哇哇哇，这个一百亿看起来好爽。得上分半了。加油啊！完蛋了！哎，天上又爆了！啊，可以输出。啊，等天上吧。最怕还是你可以尸体流啊，直接叠尸体了，靠那八秒输出啊。好，不然你五命也死不完，加减输出啊，堆尸体啊，空间斩，空间斩，等一下单脚、好，可以，不行，有天上了，有天上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也有绑，等一下直接天上开绑。有了有了，有毒了有毒了，去了，靠起来靠起来，是不是没三技啊？如果命还很多，就直接堆尸体了。你都没闪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直接尸体流，尸体流，尸体流起来，还行还行，你四条命够。三季要多久啊？一分钟。可以可以。三季跟武装绑会起好，或者是路绑，我觉得等一下下一波就结束了。你等一下天上吧。哎干！你剩两命了，不能再赌了。哎，两命了，怎么那么快？我要投硬币呀！给我投啊！天上好了。天上好了，你要起来，你要起来了，你，起来，天上，直接硬干了，也剩两面了，没什么机会可以留了，没时间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你的最后一命就是路榜，然后先封住加三技。空间斩有吗？斩靠背啊！他怎么没斩？忘记哇！两等等等等等，为什么你死掉了？等天上，你等天上，你等完天上，你全部技能都好了。我等路防那些都好了。我找我等防那些好了。没有，你天上好就可以了。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天上好，你全部的技能都好了，就直接爆了。绑一波，然后直接那个三技开下去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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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绑他了，绑他！操绑他！去去去！啊、哦，要过了要过了，20秒，过了过了过了！哦，去！这是三十秒，他吃成功！哎，这真的是我都没有开，我都没有喝什么东西。对啊，你攻击也都没吃。哦 ，OK 啊，极限了。